是微车的。OK， 那就好。你有被雨飘到吗？嗯哼。OK。他们住户进进出出，然后都会停下来看。啊，刚刚最后我走过来的这个当下，有一台车，他们住户的车真的就停在车道上看。他说：“这什么除草机在干嘛？”我想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除草机。”有点车子开出来了，因为30分钟免费，开在旁边路边停车的。需要啦，我觉得 North Face 你待会进场的时候穿一下，因为风更大了。好啦，你要是觉得不用就不用，因为还要收掉。可是棉被是真的需要盖啊。现在时间5点出头，然后那我们就开去那个湖口火车站前面那边，看你还要吃。要吃铁板烧？不是，那个是后站，我们后来才知道，就是其实我们那天去的应该不是你上车，不是计程车载你们的地方吧？是吗？因为它前站后站其实长得一模一样，可是。那个街长得一模一样，哎，对啊，只是街景不同。那不然建筑物本体是一样的。Landing， 那这个图方。旧的图层没有换它，哇，太可惜了，月亮干不出来。你要拍月亮啊？对啊，你可以拍月亮，问题是比较好飞吗？我要飞到月亮上啊！最好是啊，这么困难。哦，所以中秋，不对啊，中秋已经过。你想要中秋节啊？这问题不是啊，中秋是9月15日。你喜欢满月是不是？